Via 维基百科 Wix 也有很多不会自己建网站的企业用户选择，因为 Wix 可以简单的拖拽生成网站，并且支持免费使用带有广告，也可以创建在线商店进行产品销售。第一官方网站 https://magento.com/.如果您经营的是小型企业，则可以使用 Magento 社区版本免费版本，它确实具有成本效益。第如果你公司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并且想做一个功能很强大的电商网站，那么可以考虑 Drupal、Joomla、PrestaShop、OpenCart、Magento 这些开源程序二次开发。第官方网站 https://www.prestashop.com/.u/.prestashop 是一个开源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可为您提供急用型功能。第官方网站 https://www.joomla.org 出色的界面， Joomla 的管理界面不仅外观时尚，功能强大，而且还非常易于使用。第当然对应开源 CMS 的就还有闭源 CMS， 例如一些建站公司自己编写的建站程序，闭源 CMS 就是源代码不开放或者文件有加密，需要付费使用或者付费都不给你使用的。第最好的外贸建站系统和外贸建站源码汇总对比，2020在20年我们自己建网站变得容易，市面上有很多免费或者收费的外贸建站系统和源码可以使用。奶爸建站笔记的外贸建站教程主要是分享的 WordPress 建站方法，本文给大家总结一下还有哪些我们可以使用的外贸建站系统和源码。第一官方网站 https://wordpress.org.资源丰富， WordPress 不管是技术资料还是主题插件资源，在这三款中都是最丰富的。第一外贸建站系统和源码选择总结，通过本文的分析和介绍，你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搭建外贸网站和电商网站的程序源码，但是这些需求要怎么考虑呢？第一安全性，很多政府和机构网站都采用 Drupal 搭建，它是开源程序里面最安全的 CMS 系统。